大家好，我是老朱。这说斧头，我昨天去俺二哥家借药，我今儿有空教他做成了铜的，我自己教他收藏去。香也喝好了，马上都浇注铜水。我这跑了，这个头也做好了。我叫他一收藏，成了永远的收藏品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咱就到这儿，下期见，拜拜。